全军出击。搓一下，我们打个鸡啊，对吧？平 A 接中锋，这个鸡的走位我差不多已经轻车熟路了啊。平 A 接中锋，你看我已经知道他往哪边走了，这个风现在就是很好中的了，搓一下。再说走位 ，A 接中锋 ，A 接一过来戳一刀，一回来平 A 一过来，我们不能再 E 了啊！中锋，哎呦，这个风没中，去远去瞅一眼。拖一下，没事，死不了。一过来闪现走，我的发，有点疼。切还没结束，没想到这两个小子居然把我秒了。要不要野区找波凯隐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算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这波找凯隐明显不明智啊。换个风墙，虽然我们死了，但是这个兵线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是赚的。我死了，但是我赚了。一回来，拖一下，一过来平 A， 中锋。左边的老母鸡过去了，这不又死一个吗？来啊，放风墙，一过来套点盐，我们杀大虫子，他杀那只鸡，我们正好双杀 A 一死。这大虫子我得杀，一口耳链，一过来我们塔杀没关系。我应该让我们扛塔，让盖伦把他杀了好了。哎呀，我好亏哟，兄弟！我为了你呀，我为了你，我变成狼人模样；为了你，我染上风霜。兵线，兵线还好，没关系的。这边一 Q A 一过来，一 Q 耳链 W 接中锋，平 A 平 A， 我戳你的鸡屁股，一上来戳一下，再戳平 A， 一过来一回去中锋，一回来平 A 接戳一刀，给我中锋，A 戳 E， 一过来戳一下，没事换了，可以接受。哎，我那个 Q 被他打断了，哎 ，Q 没被打断就好了。
出错了。来俩这个吧。鸡秀啊，我跟你说，这鸡再怎么秀，我塔下杀他，我们还是赚。我怎么杀他，我怎么赚。他买了个皮孩，但我们二手孩，这波他不知道我要升六啊，我们留个风墙把他杀了。一个兵应该升不到六，两个兵应该升六，正好有风。呀，拖一下一过来 ，WEQ 一回来接。哎，这个大没接上，我操！这我得把他杀了啊！因祸得福了。啊，因祸得福了，右边藏个眼儿，这他可亏死了。我不放技能。他可能要升了啊！哎，他升了，但是没用，我们吃打皮，溜了。下路咱就不去了啊，这下路可去不了。只有破溃之物才真正自由。已经不能双封了。为啥呀？为啥不能双封了呀？应该有红，去红看一眼啊。凯隐是蓝凯，往草里边拉，走呗，中风接大招，点燃 A 拖 A，Q 闪 E 过来平 A， 中风，别着急，往上走，走呗。W E Q 耳链平 A 平 A 拖 A 接中风拖一刀走位再拖一回来 E Q 耳链打他蛋拖一下再拖平 A 平 A 预判中风我知道他有闪我一个没拿刀的鸡给我一个呀。拖 A， 一 Q， 我靠！拖一下，平 A， 中风，再拖，拖一下 ，A 拖 E， 平 A W 中风，哇，惩戒！没这惩戒，我把他杀了！妈了个巴子的！可恶的惩戒！我知道自己是什么。下路怎么回事？好像能杀啊！我们记着点这狂风之力的这个卡莎，
这个鸡是八级。给我出来！先打他个鸡，杀一杀他的近亲。中风，中风接一加 R，W 一手 A 戳，走位。拖 A 一回来一过去接死亡，能打死不？哎，伤害太高了，我都根本我就没有办法整，伤害太高了，修不动啊！没死，来一个吸血鬼结账。一到十里触发电刑，那我不义也不行，你知道吧？亚索就得义，亚索不义玩个屁，就得义。看看小龙，来来来来来，对面的辅助没在，看看有没有小龙。不义玩个屁，亚索就得义。之所以刚才秀不起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啊没有那个盾弓，你知道吧，虚区太高了，我把他二塔给他拆了。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不是跟我俩搁那逛淘宝呢？淘宝好逛不？我可上高地了。先别打他啊，不打他塔就不会打我们。戳一下，再戳一下，平 A 平 A 中风 AAA 戳 A 一，哎呀我操！真痛啊！再买个暴击，我们就无敌了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点，卢先说要点了呀，我的妈呀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铠隐吗？他很脆的，其实铠隐相当脆了，这英雄红铠我还怕点，蓝铠咱是真不怕。不去了啊，这波上高地。厉害啊、哦、修我不能打团啊，现在一定不要打团，现在团战就等于死，我们赶紧去担待。什么时候把这个
那个凯隐给他杀了，什么时候就完事儿。先把他罩给他破了。谁死了？拉克斯死了。我都让他来，我还怕他不来呢。给我小兵就可以。诶，中风接大招，900块。哎呦，我这什么虚区啊，这是辅助吗？哎呀，这辅助也狂风之力啦，我的天哪。给我一个暴击，我靠，沙场豪情。你俩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这蓝枪，你瞅瞅这蓝枪，你看看这蓝枪往人脸上冲什么呢？ QW 就完了呗。小龙给对面呗。先撤一手，他再把你杀了一会儿啊。我们先去下路带一波，然后一会儿碰着人第一时间是先跑而不是先打。别给我点，三个人，这波最多来俩，不去了，给我插个眼可以。选择混沌并不可耻，希望他不要打不了我，这波我们回家。哎，烦死了！我这刚要回家，这凯隐跑过来了。还行吧，大虫子死了。卡莎又没来，还行。卡莎来了，不行了。凯隐打不过我，他两个技能我们死不了。要我说你就别找他，打不过他。别往里冲了，拉倒吧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好像大龙我们可以拿了。几个人？防了，没事。哎呀，我操！我 Q 闪没戳着，风没中，正好一个王佐斜向走位没吹到，咔！
为什么不 EQ 呢？因为刚才 E 不到人啊，闪现 EQ 不穿他身体了吗？那能行吗？我往前追，好减速啊，能追。他多少移速嘛？算了，不追了，追不上了。小鸡往哪里走？小鸡，靠，没拿到这双 buff， 挺烦人呢。盖伦可以跟我打大龙这波。跟我来。不知道对面有没有眼儿啊？我们富贵险中求，这 ADC 有点厉害呀、啊！我操！这给我打的，后边开眼，他们俩就打我，那别人都不打，兄弟，那旁边那么老些人，那拉克斯，那盖伦，血都不掉，这两个逼就他妈打我，后边还钻出来个凯隐，人俩血没掉，你先杀这个，先把这鸡杀了。妈呀！来点什么呢？蟹手肯定是不行了。嗯。振奋可以。血多点就好使，跟我来来。这亚索伤害也低，现在就是把秩序打破。跟我大龙，我们的希望就只有大龙扫一下。别上了，那谢导演打了，后边有人，真能带呀！怎么整？还好基地不能爆炸。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。AD 没闪了啊。我试试看这波我能不能秀得起来，兄弟们。打大龙跟我来，不打大龙没机会，快点的。抱着和谐不放，就去
先把大虫子杀了吧。先把大虫子杀了再打龙，快快快快快，速度！别跟抢啊，漂亮，拿下，走。快点回家，先来把大剑啊，看看春哥能不能做得出来。我本来寻思20分钟打完这把，这凯隐单挑打不过我，没事。这人怎么都死光了呢？哎呀，我操！别带了，兄弟呀，不容易呀，可不容易呀，一起走啊，回家吧。盖伦没在，没人给我扛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人上去给我扛伤害。闪现 Q 小兵就别追了吧，要我说，拉倒吧。你闪现 Q 那没意义，你不如闪现 Q 那个卡莎呀 ，Q 他干啥呀？这龙魂得要，这龙魂不要。丢了就死了，就输了啊！快点过来来，升个17级，我估计红应该没了。先别着急啊，输两下。不行就先杀大虫子，一 Q 平 A 平 A 中风，哎呀我999，区区太高了，这进去打不过了，差一个人头。差一个，14等于0了。